Hello， 大家好。咁我依家身处个位置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屯门公园度嘅。咁啊，大约过咗咧呢一个嘅光复屯门啦。咁今日系11号嘅。咁我纯粹就想睇下呢个公园咧嗰个情况系如何啦。咁啊，呢度有个喺度玩紧嘅一个遥控艇啦。几过瘾嘅，就啲遥控艇。同埋啲遙控艇咧，好似都有一定嘅價錢咧。OK， 咁啊，呢個係廁所啦。咁頭先大約喺20分鐘左右咧，就有一班嘅市民啦，有一班人就喺呢一個嘅門口度嘅，喺屯門公園嘅喺西鐵站嘅門口度。咁啊，基本上咧就因為有啲比較年長嘅老人家咧，就同一啲嘅青少年有一個嘅衝突啦，係啦。咁但係就過咗20-30分鐘左右咧，咁啊，因為一場大雨咧，咁就有啲嘅人都自己行開咧，因為冇帶遮嘅關係。好啦，咁其實可以望到咧，呢個公園其實都幾靚嘅，係啦，個公園都尚算幾靚嘅。即係有一個唔錯嘅一個路徑啊，步行徑啊，俾人去行啦。同埋你可以望到啲樹葉咧，其實都唔係同一個品種啦，係咯，有其他唔同嘅品種啦，啲色水上都唔同。咁啊，做翻個層次嘅，係啦。咁啊，呢啲就有啲好鮮豔嘅一啲嘅普通嘅一啲花仔啦。好。咁啊，呢一度都有啲唔同嘅树啦，我唔知咩树，但系望落佢个品种咧，就每行一阵就有唔同嘅品种嘅。好啦，咁我一阵间就会步行翻去之前咧，喺早前咧发生呢个包围事件嗰度嘅。咁啊，其實可以見到個環境都唔錯啦，即係你會見到係有個湖啦，並且側邊咧有一啲嘅地方有啲凳咧可以坐低嘅。咁其實成個環境好好嘅，咁成個環境都幾靚嘅。咁然之後呢條橋都整得相當有特色嘅，同埋都幾長啦呢條橋。咁啊，對住呢啲位啦。好啦，咁呢度都有個大嘅涼亭嘅。好，咁啊，之前包圍嗰個位置就係呢個位置啦，大約。啊，大約呢個位置到。咁啊，向前轉右咧，就會去到上次嗰個位置啦。咁啊，上次個自如 B 區個艇仲喺度啦，係啦。咁啊，大概呢啲位置就係上次嗰個包圍個位置嚟嘅，但係上次就太多人啦，所以大家未必睇得到啊。咁啊，其實呢個位置度咧，已經聞到入面咧好強烈嘅公廁味道啦，係啦，即係一啲尿壓味啊。如果你行過有去過公廁，咁大家都會知道我講緊邊只嘅。咁啊，嗰度係咪有隻嘢咧？呢度咩嗰只？唔知咩嚟？喺咪到我側面？睇到啦，我酸唔到大係啦，咁啊唯有手動酸大咯之後。好，咁基本上都其實成個環境都非常之優美啦。啊，成個環境咧都尚算優美，即係如果你講係一個休閒嘅地方咧，其實可以話係合格嘅啊。因為不過我自己唔
唔係好多評估啦，即係我自己行呢啲優遠地方唔多啊，所以你話嗰個評分準則係點樣，或者係公唔公，係公唔公正啊，都唔知嘅，因為我見都比較少啊，即係我唔係成日去呢啲優遠地方啦。咁啊，呢個弧度係有啲貴嘅。咁啊，頭先嗰個艇嗰個啦，係啦，呢啲佢快艇嘅。咁啊，其實都幾好玩嘅，我相信。好。咁啊，下面都有啲嘅小嘅魚啊，呢啲係淡水魚啊，大概係。好。咁啊，點解會覺得佢好呢？就是、因為其實佢個地方相當之大啦，一嚟，二嚟就係佢嗰個種類樹木嘅種類咧，唔會淨係單一啊，係啦，可能有幾種啦，係咯，即係唔係話有十幾廿種啦，至少都有睇到都有五六種。跟住可能係草叢邊嗰啲嘅位咧都有唔同啊，跌咗支嘢啊，咁啊可能草叢度都有唔同嘅種類啦，唔會係單一一個品種。好，咁啊又翻嚟呢个自如 B 区啦。其实呢个屯门公园都可以话系有几有好大嘅，好多地方可以行嘅。即系除咗呢度之外，仲有一啲嘅中央地方啦，系啦，中央区一个大嘅花园广场咁。呢个系一个自如 B 区啦，上次都有嘅，好似喺前面咪搬咗嚟度。而家就尝试去翻头先嗰个位置，睇下会唔会好多人啊？即系头先入口位，好咁啊！嗰边都有啲亭啦，然之后仲有好多个地方可以行嘅。其实呢一个屯门公园，呢边应该系另一边嚟嘅。好啦，呢度应该就系再入去啲屯门入啲嘅地方啦。再次回到呢个公厕位啦，咁呢个公厕位又系非常之近啊，条环尾系啦。咁我基本上都好难避免啦，呢条环尾，因为用呢啲公厕嘅人士咧，对象咧都比较上系可能年纪比较大啦。年纪比较大，咁可能有时可能瞄准唔到，有啲难免嘅都好。好啦，我哋翻嚟呢一个嘅西铁站嗰个位置啦。咁我哋望一望，睇下佢嗰个仲有冇人流停喺度啦。咁啊，其实呢度位都可以见到一啲嘅水牌啦，一啲指示牌等等啦。快餐亭、爬虫啊、无形船池啊、抢长者优献啊、洗手间啊、吸烟区，基本上咧一个公园有咁多嘅一个用途啊，咁多嘅活动，其实都算几好啦。即系其实冇乜地方咧，系有一个爬虫馆啊，或者系无形船池嘅。无形船池就可能有，但系佢唔会特登俾个地标、俾个指标俾你，哦，话嗰度咧系一个船嚟嘅，即系可以放船嘅地方就唔会嘅。可能单一个池，但系就冇话可以唔可以放船嘅。咁通常佢冇指示放船嘅话咧，都唔会俾放船嘅。系啦。咁我哋再次行翻呢一个嘅道路啦。好，咁大概头先20分钟左右咧，咁呢度就有50-60个嘅人喺度围观啦。咁头先应该有个警察嗰个，基本上单睇一啲服装啊，一啲嘅动作咧，大概都会，但佢都会估到对方系个职业系啲咩啦，或者系有嘅行为咧。大概都可以估到嘅。好，咁我哋行翻去第二度啦。好，咁啊呢度其实都系一个单车径啦，单车径。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这个屯门公园可以话系连接住好多嘅地方啦，即系有好多嘅公用用途嘅。譬如如果踩单车嘅话，就系一啲可能比较后生少少啊，或者唔讲后生，可能系比较即系大概都可能系年青人啦，或者系30-40岁左右咧，咁都会踩呢个单车去第二度嘅。啊，呢度有地图可以睇睇啦。好啦，咁啊，睇下先。呢一个貌似就爬虫馆啦。呢啲就系一啲碧水亭啊，一啲花花草草嘅地方啦。
咁其實都可以見到，起碼都有四個嘅涼亭咧去休息嘅。咁呢一度有個露天劇場，相信係俾一啲嘅好多活動可以用啦。好，咁中間就有一個類似小賣部咁嘅東西俾你買少少嘢啦。咁其實呢個屯門公園可以話係好多用途嘅一個休閒用地啦。OK。咁呢度有塊牌寫住單車定係人行啦，咁啊貌似紅色呢一度就係單車啦。咁基本上頭先去翻頭先個話題啦，咁因為屯門公園都係一個單車踩單車嘅人士嘅一個有機會會經過嘅一條道路啦，係啦。好，咁啊天氣就不似預期，準備就要落雨啦。OK。咁其實呢個屯門公園都可以話係算係都幾多人會經過嘅地方啦，有啲可能會經過去到自己嘅屋村度啊，去翻翻屋企啦，或者係去行下散下步咁都有呢個可能性。因為其實望呢個屯門公園都真係幾大，同埋嗰個環境係幾好嘅，係啦，環境係唔錯嘅。好，咁我哋再上去上面望一望啦。OK， 有一個小的廣場啦，小的露天劇場廣場等等。咁貌似個天氣都好快就會落雨啦。咁我大概都企多陣都走啦。好，咁呢一個就頭先睇嘅模型船池啦，都可以話係幾大嘅一個池嚟嘅，咁啊，喺呢度放船嘅話，其實都足夠大啦。因為其實船呢，船嘅話呢，其實都作為船嚟揸嘅話，就都幾大嘅呢個遙控。好啦，咁啊，因為同航拍機唔同啦，航拍機就可以有空有，即係有空中，即係佢唔會封頂嘅話，其實都可以飛，除非係一啲禁飛嘅地方啦。咁但係船就唔同啦，船就需要喺呢啲有水的地方才可以揸到，所以是不同之处来的。OK， 好了，那前面那些就是一些的健身的设施，这些那些很基本，就是很基本公园会有的东西啦。那旧衣回收箱啦。好，那这些就是一些石春路的石春路啦。好啦，咁可以見到基本上啲人都散曬啦，咁但係就仲有小部分都會留喺度，可能喺度觀察緊個環境。但係頭先所見比較嗰個衣着比較特別嗰啲都已經消失曬啦。好，咁啊，趁個天仲未落雨嘅時候呢，咁我就大概上一上去兜埋就可以走啦，因為都驚落雨啊。一落大我都好麻煩，因為我拎住腳架啦。因為這個腳架都比較大啊。好 ，OK， 好啦。咁啊，跑步嚟講咧都算大，有足夠嘅地方俾你跑啦。一啲行啊、休閒嘅用地咧、步行咧都非常之足夠啦。然之後仲有一啲唔同嘅活動啦，例如係船啊、羽毛球啊。爬蟲館啦，基本上可以話有好多嘢玩嘅呢個屯門公園，好多嘢睇，好多嘢玩啦。其實我覺得係絕對唔可以浪費一個咁好嘅屯門公園啦。我覺得比較合適嘅用法就係、是、去整多啲一啲可能係親子活動啊，喺呢度搞應該都冇乜問題。因為親子活動都喺一個咁大嘅地方度。進行呢，我相信嗰個活動都會好圓滿啊，進行得唔錯啊咁樣啦。OK， 好，咁啊唔知啲燈係一早開定點啦，定係六點鐘先開啦，因為而家其實都六點鐘啦，係啊，好多嘅街燈都著翻，即係都已經著咗啦，可能就是因為六點鐘嘅關係咧，佢會自動著啦。咁貌似就冇咩特別事發生啦。有呢次發生就係我拎住隻手好痛啊隻手，因為我原來發現拎住腳架拍片好攰啊，尤其是我揸住咁重嘅腳架喺個喺隻手揸住 keep 住，但係行咗十分鐘度，我發現我隻手有少少酸。咁啊，呢啲嘅
呢啲嘅活動其實係唔喺屯門公園度玩噶啦，呢啲係咪啊？哦，呢、這個係啦，中國象棋週末擂台啦，咁呢啲其實都幾好，即係一個唔錯嘅活動啦，係啦，一啲唔錯嘅活動啦。不過我相信如果搞一啲親子活動啊，會比較適合啲嘅。我交流資助啦。這個是一個遙控模型船啦，剛才都說過屯門公園就是一個模型船的池啦，而再整一些這些模型船的一些比賽啊，其實都算是挺符合它那個場地啊、設施等等的。好啦，我有機會都想看一下，因為我都想試一下玩的。不過如果整即是船的話就不同飛機啦，因為剛才說過飛機就可以空中啦，船即是他在飛機航拍的時候有圖傳啦，那圖傳的意思就是說呢，在那個遙控的工具上面有一個鏡頭，那個鏡頭會傳回圖片圖像去回、你手揸遙控到的。那船不知道有沒有，船應該都有，不過就沒有，落雨了，那我都差不多要走了，是的。那大概今次這個屯門公園就去了這裡先，那排除日後我都會過來望一望啦，因為其實都想望一望嗰個成效如何嘅，好，咁啊未訂閱嘅話咧，記得幫我撳個訂閱同埋 like 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